撞。对唔住啊，我啱车开快咗，睇唔到你啊。有冇事啊？一句对不起就算了。你看你把我这衣服弄的。点啊？有冇事啊？使唔使去医院啊？我也搞不清楚，我的手有点疼。咁唔知有冇伤到骨噶？仲系去医院睇下啦。冇事啊，唔使紧张啊，冇事啊。我不是为了这个紧张。你系咪广东人嚟噶？不是啊。哎，我看你也不像啊。我系北方人，不过喺广东大嘅。怪不得，原来是优良品种啊。咩啊？我说你啊，是优良品种。哦，哎，系啦，你屋企人未通知喎，使唔使通知佢哋啊？不用了，我又没有受什么伤，不要告诉他们了。咁你先生啊，对唔住啊，小姐可能都未结婚噶。你看我像结了婚吗？一啲都唔似。哎呀，我要上班了，我今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干，我要迟到了。咁啊，咁不如我车你翻去啊，你等我一阵，我攞部车先吓。为什么我不告诉他我结了婚呢？喂，康福，落班咯，仲喺度打等啊？成大堆材料未写，你先走先啦。使唔使帮你带个盒饭啊？唔使啦，我一阵落去食。我咁走啦，啊？系咁。
老婆，今日有啲咩特别嘢？今天早上我一出门就给那摩托车撞了。啊？哎，那开车的那个男人长得还挺帅的呢。你呢？我？嗯，冇乜嘢。哦，今日撞到一个以前电大女同学，哇，谂唔到而家靓咗咁多，一睇落去成个关之琳咁。我看像关之琳的后脑勺差不多。你咪一样，如果那个男人真系咁靓啊，你唔耷晒头。真是。瞓啦，不如吓。早点睡吧，来。哎呀，哎，告诉你们呐，昨天我在公共汽车上面遇到一个男的，他主动和我说话了。干什么跟你说话？你没把他接完来给东方给喂？结婚，我不但告诉他我没结婚，我还把我结婚戒指给取了下来了。那是干什么？别人会误会的。那是他的事儿喽。一个人坐车多闷呐，有人替你解闷儿，何必那么认真呢？依家的女人又比我咁傻啊，跟人哋话自己结咗婚喎，其实俾人哋追嘅感觉几好嘅。哎，杏子，你有没有艳遇啊？我？怎么说呢？那要看他靓不靓仔了。喂，找你的。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呢两个心咧，硬系觉得硬仲谂住咁样，所以专登过嚟睇下你系咪真系冇事啫嘛。没事啦，你看我这个样子，像有事吗？咁就好啦，我今晚有舞会，你可唔可以做我 partner？ 今晚？去啦，就当俾个赎罪嘅机会我哋。好吧。好，咁你收工等住我嚟接你啊，拜拜。哎，死了，我怎么答应他了呢？喂，哦，恒子啊，你唔翻去食饭？我都翻唔到啊，成堆材料要写。嗱，咁啦咁啦，你直接打电话翻屋企俾妈咪好唔好？好啦好啦，系咁。是人是鬼入嚟先讲嘢。迟药。诶，你点解会知道我喺度嘅？下午打个电话给你公司，说你今天晚上加班写材料。哦，你揾我有事咩？没事啊，没事就不能找你啊？我就住在这附近，哦，所以特意上来找你聊聊天，顺便带了宵夜给你。啊？趁热吃吧。好啊好啊。你跳舞咁好喎，我真系好欣赏你啲舞姿。你也不错嘛，节奏感蛮好的。其实我跳舞都系麻麻地嘅咋，不过咧今日好特别，有咁靓嘅音乐，仲有咁靓嘅 partner。如果啲音乐唔停咧，我会继续咁跳落去噶。啊，系啦，唔知点解咧，我对上海嘅女仔咧会有一种好特别嘅亲切感。唔知系咪因为佢哋嘅温柔可爱啦？仲有一种小鸟依人的感觉。如果我找女朋友呢，我一定要找上海的女朋友。我去买只花给你。如果他今天买的是甘肃，我就告诉他我结婚了。中不中意啊？谢谢。不用数了，拿个好意头，12支。